谁啊？不知道哎，我看一下啊。一个陌生的固话。接啊。你有接了啊？嗯。喂。 在哪里？谁跟踪你？是不是同建国派的人？你怎么样？我在中心医院，你快来，我好害怕呀！好，我马上就去。丫丫，去吧。你别介意啊。人命关天嘛，快去吧。 都好了吧？嗯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就安心多了。我觉得，你是不是要跟童建国好好谈一谈，让他放过你，也放过他自己？我知道找到他也没有用的，我现在还是很害怕。你今天晚上能留下来陪我吗？ 先喝杯水吧。你刚不是说想喝水吗？霍，今天晚上陪我好吗？我现在很需要你。哎呀。 雅雅，雅雅，你听我说一句好不好？就一句，说吧。没话说了吧？刘火，刚刚接到何雨琪出示电话的时候，我是不是二话没说就要你去了？那是因为我不想束缚你，我不想怀疑你，可是你呢？你对得起我对你的信任吗？我对得起啊！我怎么对不起了？我什么也没做啊！脸都贴到一块儿，叫什么都没做吗？难道非要亲热才就做了吗？你在说什么？ 他在病床上，我照顾他本来距离就……我们离婚吧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我们不是说好不把离婚挂嘴巴上的吗？你刚生完孩子，这样跑出来多不好啊！好好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好不好？这样你满意了吧？什么叫我满意啊？刘火，你能够说出这句话，就证明你觉得自己没错。 丫丫，丫丫，哎，丫丫。
忘记了。干嘛来找我？哎，这么晚了，怕你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吗？哪有？冷不冷？冷。都怪你，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这么冷？哎，别生气了，走，回去吧。别生气了。接受我的爱吧，接受我的爱吧。嫁给他，嫁给他，嫁给他。我会开始爱上你，你也应该爱上我。向辉给不了你，我可以给你。我弥补不了你失去的六年，但我可以给你的是未来。你就当做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不说我不会跟人家提的，但有一件事你得想清楚，现在我们结婚了，但我们在彼此的心里究竟算什么？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我们俩的这件事情不妥，你不应该把这一辈子都耗在我身上，这对你来说真的太不公平，太不值得了。这一切都还没有成定局，你应该在我身上把这一页翻过去。你就是那个适合我的女孩子，你这一页我不想翻，我也永远不会翻。天大的事我会扛，不要再用任何借口把我推走了，行吗？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，永远。丫丫，告别过去才能够迎接未来，让我们一起为新的生活努力吧。丫丫，你放开我！不，你放开我，刘火！不，我再也不要放开你了，我再也不要你离开我一秒钟，我永远都不会放手的。你认命吧，这辈子你跟定我了。你放开我！来，丫丫，我们回家了，我们回家，回家。哎，刘火，刘火。